11月12号，张钧甯在网上晒出与好闺蜜陈意涵的合照，配文为陈意涵送上36岁生日祝福：“最亲爱的，既然今年不能陪在你身边，就让我投去年的照片来祝福你，一样有我最深的祝福。终于可以祝福你生个平安健康的好宝宝啦！生日快乐，爱你！”照片里是张钧甯与陈意涵的众多合影，不得不说，两人真是娱乐圈难得的好闺蜜呀。而满了36岁的陈意涵也不忘在网上晒照感慨：“你们说疯狂和勇敢是不是只有一线之差？30岁的疯狂远远比不上36岁的勇敢。今天的我肚子大一个，右手牵一个，安定是最后的疯狂。”照片里陈意涵捧着汉堡站在路上啃了起来，虽然已经是36岁的准妈妈了，但依然有着强烈的少女感呀。芒果聊新闻祝陈意涵生日快乐，不当。